是打最多的一个图了。咒术师。把他卡了这。等一个误认，等一个误认他就死了。三层哦，那倒无伤救了，我靠。打针对了，下次有用没有贴联手了，我再也不去拦了，妈亏死我了。真怂啊，他知道我要穿。逼都逼出来，晚了。
老骑呀、啊，一骑就容易出事。追了追了，结果看到是个前锋，估计就心态崩了。哎呦，红爹！被盖了一半，我的妈，在墓地这边应该会有人补，灵性一点我觉得没什么问题。撤了撤了撤了，尴尬的一匹，
鸟，我都吸出来第二只喽。中了中了中了，再中一次，中一次就稳。哎呀，精神！点啊！你还在等啥呢？吃亏。怎么不过板刀啊？这么怕啥？